哎妈！儿子，你来了。对啊。就你一个人，一会儿没回来吗？站这儿呢。哎，一会儿，你来了吗？哎呀。拖地了，让他赶快坐，要不我帮你拖吧。不用不用。哎呀，这真懂事啊。哎呀，赶快坐，冷不冷啊？姐，还好吧？来，乖。吃点水果，还叫阿姨呢，有人都来家里了，叫啥都行，叫啥都行啊，不奇怪。妈，你上次说的给月儿这是、不是上次你们走得太急了、月儿先坐哈，让月儿吃水果、怎么样月儿，来来来，怎么好意思呢，嘘，来来来，一会儿叫两声妈啊。月儿，上次走得太急了，给你放到，哎呀，我也忘了给你了呗。不用了，阿姨不用了。拿着吧，拿着拿着。可以啊，你拿着吧，月儿拿着吧。拿着。来来，给我吧，给我吧，给我他，我替他说了，他不好意思要，回头我给他就行了。那你别忘了给月儿哈。行，不是给你的。行。给阿姨吧，我就是不用要了。不要啊。拿着吧，乖，拿着吧。回头给月儿买零食吃啊，行不行？行，可以吧？我们幼儿喜欢吃好吃的。对，你这都给你这个了，这要不叫这上人好听的。叫啥都行。啊。叫啥都行。阿姨。叫妈，真是的。叫啥都行，叫啥都行。是吧？阿姨给的红包呢，大头蹄子。红包啊，这给这呢。我妈专门给你的，这是。那我们去吃什么呀？吃啥呀？要不我们去吃那个。大龙虾吧，龙虾呀，哎，龙虾太寒了，咱去吃，吃点那个烧烤吧，烤全羊，羊腿。不行，我最近减肥，不能吃那么多油腻的。那吃啥呀？嗯，要不我们吃火锅吧？火锅也行，火锅，看看多少钱，看看。行。哎呀，我天哪！好像没有呀。啊？你不可能啊！我妈给的呀，这是。有。啊。啊。怎么就一块钱啊？只有一块怎么办呀？那我妈肯定给错，不打电话我问她。不用了吧？这吃啥呀？那这。那这一块钱什么也不够吃呀？哎，干脆那个啥吧，那个咱俩改天去你家，我跟你妈要个大点的红包，咱俩好好吃，行不行？啊，我觉得也行。多要点，到时候多要点给你妈。好吃火锅。我妈肯定给错了，咋可能给一块钱呢？是不是？一块钱。啊，行，走，给你妈回头多笑点啊。好，吃火锅。啊，好。我跟你坦白一件事儿啊。什么事情？就是昨天你不是领了我妈一个一块钱的红包吗？打开一看是一块。啊。然后就我回去问我妈了，怎么给玉儿一块啊？然后我妈说，是被我爸调包了。你那怎么办呀？这，我觉得咱爸平时在家也挺可怜的。你家庭地位也比较卑微，然后跟我一样嘛，就是好男人一个。然后昨天我妈知道之后，差点没给我爸打死。然后我就寻思着吧，这钱咱也别要了。啊，那不能要了，就不能给爸爸打那个啥了呀？对对对，我就觉得也不能要了。然后回头咱那个啥，我去你家的时候，你跟你妈商量着，然后多给我点就行了，这行不行？然后就是我到时候跟你一样，我也肯定不好意思要，你替我收着啊。那就咱俩的了，然后回头就是火锅啦，什么烤全羊啦，都大螃蟹都能吃啊，我们行不行？多要点儿，给你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一块钱买的啊，就是我妈给你那个红包买的呀。嗯啊，我还有一个这个辣条啊，少吃点儿，容易上火了都。妈脾气不好了，怎么了月儿？啊！你这，然后我妈说我跟我舅我外拐。你咋能这样跟她说呢？你是不是傻呀？你月儿，你不是让我说的吗？让我提前打好招呼吗？然后结果我妈说就是不疼她，就是我在骗她，胳膊肘往外拐。不是你傻呀？你跟她说这么明白，那咱俩是咱俩说的，你咋能跟我丈母娘这样说呢？就显得我在套路她一样。那我咋说呀？那你也不能这样说啊，是不是？那我反正那你这样说，那火锅都吃不了，都没有红包给了。对呀，就是你妈还能给一块钱的红包，这下可好了，我妈一块钱。哎，你这完了，我把。你妈还不让我去你家了？对，我妈不让我。这完犊子了！这前两天刚把老丈人得罪，这又把你妈。